哎，又卡了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又卡了吗？啊，对，又卡了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我没有用 WiFi 啊。喂，静怡。哎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更喜欢哪个名字？啊？你是不是在装？不逗你，不逗你，不逗你。又是真的。大家以为是真卡了，其实没有，刚刚没有卡。啊，对，只是纯属他的幼稚行为。你拿了个什么东西进来？或者做鬼脸？哇！你怎么那么幼稚？你才幼稚！有。我们要不就走吧？对，你们俩，我们好，下一个开始。今天背单词了吗？我背了，不要。背了吗？背了，我每天都在背。今天背了几个啊？今天背了30个。今天背那么多单词啊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每天30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干嘛呢？啊？我刚刚去新浪扫完楼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刚好演完最后一场毕业大戏，然后。今天早上9点就到新浪大楼这边来做了采访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在听到低声后，看最后一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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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了看了，看下面，看下面。不过如此嘛，不过如此就是正常人嘛，是不是？半分钟已经过去了。大象鼻子，大象鼻子是怎么做来着？一、二、看最后啊，大哥，四、太乖了，五、太乖了。贝加有面，粉红墙，粉红墙上画凤凰。泉州仿佛活凤凰，派金号手，金号毛巾啊，向量杯出拧出50毫升的水，完不成，差不多50毫升，金。很遗憾，挑战失败。请大声朗诵清单最下方注意事项第三条。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，只要在空白处上签上名字，即视为挑战成功。我被套路了。好吧，脱衣服吧。我们四个现在就直接录和声吧，现在就怎么录和声？直接录，四个不一样的嘛。我觉得就这个合成了的那一刻，我们该起床了。对吧？只要不睡，就不涉及到醒这个问题。哦，对，你看这个逻辑非常的缜密。哎，肉真买少了。哇，97度，哇，完全熟了哎！哎，好香啊！
怎么会这样？我感觉买少了。老板，哇，我不敢相信啊！真的用太阳可以煮饭？真的，以前只听说过这个，从来没有没试过。对，这个自己操作一下也很难。以后出去可以跟人嘚瑟一下。可以，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。这风太大了。油油，我觉得可以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嗯，行，就显得富有。你看老板都是那种，像一砸会好像会有火。油。浩哥原来是制作人吗？啊，是啊，就制作个原来是卖那是卖烤串的吧？这串制作羊肉串制作人吗？就这么来回颠。他其实要把油颠下去，这一下就着了，有火就更好吃。他颠完油都在我脸上。求你们了，求你们玩个游戏嘛。说，可以玩个游戏，用西瓜纸吐在脸上吗？就看谁切的多。对，这个自己吃西瓜呢，吃完西瓜这个西瓜纸呢就往上吐。这么厉害？这位置也挺好。哎，你玩过？来吧，你们输定了。就你们俩可以单挑一下。来，五次，你先。不是我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后面。别捧我一脸，别我接的比他还多了，给我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。来，喂。哦，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？哇，这个不是悠悠吗？对呀，悠悠嘛。对呀，坐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脚下面，脚下面了。对、啊，做一些动作。对、啊，做一些动作。哎，精神，精神。要不把门关上？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，一身啊。我只能说，我只能说我很爱动物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多动物可以进到我们住的地方。不是羊驼是怎么上的楼？我想知道。你问问他。哎，羊驼。羊驼，羊驼，你进来了。哇！怎么了？你不要过来，不是吧？你不要过来。他进来。怎么了？他就慢慢走进来了，然后加尔一回头，我一回头看着。丰容是什么？现在几点啊，哥？现在十点了。十点了。刚才那个是羊驼叫吗？对，他一直发出疑问。哎，他回应我了。大声喊出来，飞宇，不要害羞。忍不住了，我可以发出疑问吗？可以。我扔给你啊，我扔给你啊，你接住啊。你把它当什么？啊！手拿在这儿。就在一瞬间啊。吃饱了，再近点，你离太远了，再近点，再近点。不是，我的手都要断了，哥。你离近一点吧，你看。啊，哎，好像吃那么快。哦，你不嚼吗？嚼了，嚼着呢吗？还有呢，来，再来一下，来。哎，这么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吓人啊。哎，这也是羊驼。这羊没有驼。啊，没有驼。嗯。你等一下，吃的马上来了。哦，你有牙哦。张嘴。
羊也是吃个胡萝卜，对吧？羊也是胡萝卜，对吧？动画片里面羊都是吃胡萝卜。来，快放电影，来来来，这这这这胡萝卜，这不对，兔子吃胡萝卜，兔子吃胡萝卜，羊吃草的嘛？羊吃草？对呀、啊，吃草羊嘛。这个是什么？猪屎吗？这是猪屎吧？我躺在猪屎上面了。哪里、啊？这个这样鉴定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不是，这土啊土，或者是某一位的屎，闻一下。嗯，为什么精油的味道？是精油的味道。你闻一下精油的味道。哦，真的是精油。这是你香水吧？不是，不是，是精油。精油的味道，哥。精油。精油。我一闻，不是真精油。真精油。我没有。你看他，看他，精油啊！这是什么鬼？不是，是你笑。我在，是不是精油？没有，我在给炸了。我说是精油啊，他你说让你闻一下。我没有这样，我这样是精油啊！他这样笑脸，脸凑上去，这是精油啊！不是，真的是精油，真的是精油，没事，碰一下也没事，真的可以碰。是的，是的，就你看我跟你我没有事，真是精油。这怎么为什么会有精油？干了些什么？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有精油啊？他刚才有精油啊？这样这样，哎，你看这精油，这是精油啊！你看。哥哥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哎，快走！你怎么还拎水壶啊？对啊，我得喝水啊，我每天啊。他们呢？他们都去了。9:10。嗯。哎，怎么冒烟了？哪里冒烟？这不啊、哦，这香，驱蚊子对吧？那不是驱，这怎么这么多了一个？昨天晚上都不在。对。哎，这怎么多了一个这个呀？这姐姐什么？这个烟是啥意思啊？哦，这是那什么？一炷香的时间后，快递会到。一炷香的时间后，一炷香多少时间？哇，那这个香时间很久啊，这怎么也15分钟半个小时吧，差不多15分钟，差不多等着吧，等着一炷香烧完。年轻人的耐性。好饿，有没有吃的？那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反正等着也等着啊。吃饭哪有饭，这有饭吗？这自己做呀。自己做。哥哥是不是要做给弟弟？哎，其实冰箱里有点吃。哎，有三明治。三明治，下面这个。哇，鲅鱼水饺。水饺其实可以。你们吃吧，我给你煮。你既然都煮了，那就吃吧。喝一酸奶吧。咱们现在早餐都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我们之前的早餐都是很丰富的，自从大勋哥来了以后，这个早餐你看，你来第一天浩哥还在，那天我吃上早餐了，再后我也没吃过。那我来煮啊。最后只有飞宇一个人在。你还挺会煮水饺，还知道倒水。Come with me now, come with me now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一下这个烟呢，不可能莫名其妙突然之间一个早上有烟呢。就看这时间多久吗？现在22分钟了，还有7分钟，还有7分钟，我觉得它就是半个小时了，是吧？还有7分钟，加尔再睡7分钟。
这边一会儿来叫你啊。嗨。好了。做饭的时候也没看你那么积极啊，星哥。来，先给我们最惨的来一个。No, one. Okay, fine. 来，星哥。我们现在都不在餐桌上吃饭了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嗯。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嗯，哇，还，哇，好好吃。嗯，嗯，其实非常可以。哇，不好吃。你是微波炉的 ？Microwave？ 我煮的，煮的。嗯，有仪式感了。好了，给我吧，来筷子。嗯，也就5分钟了。还有不到5分钟啊，4分钟，4分钟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嗨放了。你现在不嗨放吗？现在也挺嗨放，但是我得做，我必须得做任务，我才能嗨放。马上快递就要到了，一炷香的时间。一炷香的时间。盯着点那香，飞宇，飞宇拿那小眼珠子盯着点那香。哎，其实小眼珠子的话，那只有你。哎，其实可以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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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他加速呢，你看，他只要努力了。他在追赶时间，时间是你能追赶得上的。哎，他真的在快，一山分就快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看那爸爸对，这样我们加快时间了。早说呀，吃什么饭啊？直接。快了，快了，哎，我觉得烧完了。赶快，必须让他赶在30分钟前呗。吹吹吹吹，就到这儿，你看这小点儿，没了没了，这回烧没了吧？灭了吧？没了没了，真没灭了，就30分钟，30分钟多一点。嘿，快递，来，快递来了，快递来了，金号毛巾。快递来了，快递来了。一说原来说快递来了都非常兴奋 ，What？我去，来来来，一块一块一块，一看就没有嘉宾，就是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人的一天。先拆哪个呀？听你的，前辈。先拆小的，小的我觉得里头有那什么。哇，这是植物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昙花。啊，不会昙花一现吧？嘉伦哥，你的实验手册到了。天哪，来来来，听嘉伦哥读一读。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看得见的时间。亲爱的成员们，从你们起床到快递到来总共用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那么一炷香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呢？在等待快递的过程中，你们是不是通过这炷香真切地看见了时间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跟着实验手册一起去看见时间。所以今天我们有4个实验要做。实验一，第一个实验就是汉语里那些形容时间的词语到底是多久，然后第二个实验就是如果能看见声音，可以与相距1700米的人卡点完成生日快乐歌的合唱。啊，这个有点1700米，1.7公里呗。第三个实验就是利用每秒1000帧的高速摄影机拍到一瞬间的样子，这个好像理解的应该升格吗？对，第四个实验就是同样的距离在雨中待不同的时间，或乎走路或跑步，哪一种淋的雨更多？这个怎么测试啊？今天其实就是你问我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适合开这个，我就适合你说骑马。对什么对啊？你打过歌吗你？我看过他那个，你应该坐在那儿吧，给我们安排座吧先。跟谁俩呢？那天我不收拾你，我是造雪、啊。我的助理呢？我的你不需要助理呢，导演。你的助理来了，场务来了，场务，你怎么回事？等，导演自己亲我现在自己在这排戏呢。你可以拿的到时候高一点，因为导演到时候就蹲这儿。导演平身。我来。来，女主呢？女主是不是该来了？
好，我就问你呢。我问你，你问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问我，你就不好意思。我找不着你，你问我。当然不好意思。我生气了，兄长，兄长，要弹琴。女主呢？你就换一换吧啊。谁想做导演？哇，导演这件衣服，我现在先丢在这儿。什么态度？那我们现在为什么？哎呦！你的场务在训你。来吧啊！你先试试看。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？82.18，那分儿不行。这个是，这也是平均值。平均值，这分儿，这分儿，分儿不行。分儿要100多少来着？123.5。别怕，哥哥在。啊，这个124.6。啊！这个大勋呢，属于这个天赋异禀啊。那我这分低，低就一般人，一般人。行，好嘞，好嘞。你再练练。一般人。一般人。画圆圈跟正方形是大脑，看你的大脑能不能协调这个动作。那所以你画不出来就特别尴尬。一起吧，一二三，走。啊！哪一个是方，哪一个是圆？这是方，很明显啊。哪里明显？角啊。我圆不圆，方不方？哎，你这个是画越小越好画吗？魏大勋，你连这样变化这么小，你也并没有画出来啊。我不用大家说，我也知道我画的差一点。那就闭嘴吧。你开车吗？我开车。那咱以后你不用载我，你不用载我。我开的挺好的。你这啊，就开的挺好的了。我觉得你适合骑马。你刚才在哎，你刚才很。你一直在抖，劲儿使太大了。不是，主要这，我发现就是这一台比那一台要灵活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学不会我。我不适合开这个，我就适合你说骑马。哎，杨迪，你要准备了啊！够不到你俩一起往前滑一手，迪哥滑一下，快！嘉伦，你滑一下，非常好，嘉伦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再来一次。不用你指挥，打扰人家的秩序。你不要打乱人家节奏，打乱你们的节奏了，不好意思。任师傅好得意啊！任师傅真不错，我是一般人，我知道，我这一刻特别想做一般人，我连一般人都不如吧？对啊，因为一般人会骑马。你看见我那非常认真在那挖，你开得很好，我学得快不？快，我是比魏大勋开得好。哎，你骑了半天马了呗？上手快，漂亮，没毛病。你像马上那块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我是那个修管道的。这服装蛮适合的。那个厕所灯坏了。那行。太别扭了，近点。对你哥怎么要这么高啊？看你这样，小孩们看了以后又觉得你在误导。不起，这样，你们先坐飞机上。我要听一段那个飞机上的广播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听完了才比较踏实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先生们、女士们，请系好安全带。你们现在到飞机，飞机已经起飞了。哥，你要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。那个中间的那个。这个就是法国之窗，这叫。你知道这个设计师是我们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吗？哇、哦，是吧？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名字。因为前两天你导游怎么不知道呢？冰箱里的冰淇淋，给我拿一个。你们认真一点，你快过来干嘛？快，自己没两手啊！快点，哥，我精心为你制作的这个已经做好了。你给我放在冰箱里，小飞宇，你自己放，自己没手啊？放一下，你自己放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自己都不相信，你们来到巴黎怎么做？我们一直很相信，但总觉得主要是第一趴这个导游啊，确实是有点，你知道吗？老在挑别人的问题。是我不好了，我懂了，我听出你们说那意思了，那你道个歉吧。
不是，你看浩哥在的时候多正经，大家多认真。你看你来以后啊，完了，你能理解吗？我想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好好好，那这样吧，我们这个已经完美的结束了，巴黎。太好了。陈飞宇，在。接棒。希望你能把导游这件事儿办得更好。那一定不用你哄哄哄我的啊！啊，一定不用你。然后有什么放手。You never lose me。哇，这个有点像我以前打歌的时候带的那种哈。你对什么对啊？你打过歌吗你？我看过他那个。那已经到了这个卫星发射基地了啊！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着小旗子走。这太晒了，这不行。来不来？回去。哎呀，导游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跟游客、啊。那我们应该坐在那儿吧？我们应该坐在那儿吧？给我们安排座吧，先。这样别乱。听导游的。这不是法国了。你还是导游吗？不是了。你还是吗？不是。啊。前方，你们看到的就是发射塔了。导游，你跑什么？导游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你跑什么？导游，你是不是知道这一切？你故意把我们往那个地方带？导游，就这小胆量！七二，来，把灵魂收回来。旗都倒了，旗都倒了，旗都倒了。开放的旗都倒了，被你们吓的，这一下人都醒了。溶液 A， 溶液 B， 制作完成。那我现在把它混合进去了，看一下效果啊。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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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？太自作主张了。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？可以。那现在我们应该干嘛？放下。真的是放下。来，陈哥，陈哥，我来是吧？该混到一块儿了。哦。原来还是同样的事儿，就不让你干。明白了，我来，我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干嘛？导游，我们听你的，现在应该干嘛？该干嘛？换衣服吧。在哪儿换？在这换。在外面换。我希望等会儿下车以后，大家保持一个纪律啊。可以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纪律？纪律。纪律。纪律。保持纪律。就是听指挥的。行。但就是陈飞宇是不可能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跟谁俩的？跟谁俩的？那天我不收拾你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现在来收拾。能不能跟哥哥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了，飞宇？真的，哥想皮鞭就要轻轻抽打你的那个后背上了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我愿拿起那小皮鞭，抽在他身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，我刺一下，我先刺一手。你圆一圆一点，我刺一手。你什么都你来刺一手，你来。你看，这就是你，你看。一台机器多少钱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大勋，你刺这刺水了。哇哦，这个更贵。冲没了。冲没了。你这有病啊！快点做完，还得继续泡呢。对，怎么了，哥哥？等着，等着，别欺负弟弟啊！你是何时候啊？收手吧你！哎呀，有大勋在，真的。哎，和平相处，和平相处。蓝浩雪啊，哎，真的像雪，真的像雪。你们怎么不兴奋啊？耶耶，对啊，这孩子们都在看电视呢，现在，就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激情。耶！哎，对了，我那天看你们班那个开学的照片，嗯，
刘金是你们老师吗？你认识刘金老师？你是你们老师吗？啊，我台词老师，他挺好的是吧？你认识吗？他是我大学同学。咱俩一个班。他是你大学同学？对啊。你跟他能上 A 大学？你问他认不认识我？你是中戏的。你问他认不认识我？对我放尊重一点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蓝色火。绿的，这是绿色好吗？绿色。天哪！这个暴露了，太激动了。今天嗨放派成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，就是魏大勋同学呢色盲色弱，至少是盯着点那香。飞宇拿那小眼珠子盯着点那香。哎，其实小眼珠子的话那只有你了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做那个白驹过隙的实验，很紧张，今天实验很多，所以我们不会有很多的闲话，我们直接就开始做实验好吗？你这不是闲话吗？大勋在车上说他今天一定要认真的做每一个实验，没有聊闲话的这个时间。哦，实验太多了，我们今天对很严肃。来，我不客气了啊，我看你能有多快，来往这儿撞，看着啊，来撞哥哥，拿那个马头那个尖儿扎我。嗡来了，慢了呢，怎么又？嘴上使这么大劲干什么？来了吗？这么大劲干什么？好像是一样的哈，2.18。我觉得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呢？什么？改天见，或者有空见。找机会一块吃饭，约时候，约饭，约时候，找机会一块去，这是最长的，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时间更长的时间了。你怎么老跟我说找机会打球呢？我觉得也看身边人靠不靠谱吧。你有这经验，说明身边有不少。因为我身边有你们。这个啊，不，哎妈呀，哎，你为什么老踩我呀？你是表演性人格吧？你是躲避性人格，你别走啊你！扎！扎！这挺好，我觉得挺好。走吧，下一趴。走吧，下一趴吧。这个时候就看人缘了，在那大拼。2.2，那我不要跟他一对，你就对着镜头说来，我不要和魏大勋哥一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怕我连累你。来吧，那我是小雨，哎，我弟弟，我来小雨，你来大雨。这个哥哥当得真好。可以啊，哥哥，没问题。你小雨，没事，你我大雨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他们是你朋友啊？他们俩是我不重要的两个小弟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他们要打我哥。啊，那，你不是有一个快递吗？我也正好有一个，咱们走呗。咱不跟他打仗了，咱走吧。不是，不要。他欺负我。那你选择怎么样拿快递呢？你们俩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没来呢，你们的外卖到了，那先走呗，你先走吧，走吧。看一下，嗨放派的行程即将过半，今天你们要秉承嗨放派去找真相的宗旨，自导自演一部魔幻自制剧。那所以现在导演是？来分配一下吧。我们来分配吧。我第一幕我就当导演了。好，小试牛刀。我做场务。我当王子，大王子，你二王子，我都可以。好，那他是霸总，我导演。那我们先把衣服给换了，就回房间了，走了。
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都是天赋异禀的人。对啊，对吧？物以类聚嘛。怎么样？我爽吗？我也来一下一下。其实没什么风啊。找玛丽莲，找那个铁达尼号的感觉呢？好了，做饭的时候也没看你那么积极啊，星哥。来，星哥，我们现在都不在餐桌上吃饭了，好吃吗？有那味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你相信什么？